看看这南明朝，许许多多的国家都已经呢把门关窄了，或者是完全封锁，就是逃难人呐、啊，就是无处可逃，想在耶诞。耶诞本来呀，就是离叙利亚最近呐、啊，只一个界限的就可以跨过去。现在也已经是受不了这么多啊，已经呢，整个耶诞有百多万人呐、啊，滞留在这样的耶诞里，所以。一旦的这个门开始要关窄了啦，差不多每天呢能只能允许呢这个老弱的可以进去100人，哇，这门真的是关窄了啦，其他的人要想办法到其他的地方去，听了看着感受到的真是很不忍心啊，我们耶诞的慈济人啊，日日都是面对的许许多多困难的难民，要如何呢能帮助他，实在是很心里都是很无奈啊，不过还是呢很努力，又是看到了气候不调，大自然的境界已经啊变化的呢越来越激烈了。啊，看在玻利维亚呢，这第二大幅呢已经。要消失了啦，为什么？气候变迁啦，温度提高了，而且呢都没有下雨，全球呢这种暖化加速哦，在年底呀、啊、我不也跟大家提起吗，圣婴现象去年啦、啊这些圣婴现象，所以呢天下灾难很多，后来又听到了这个现象呢并还没有过去，再过了年这些现在会更激烈，这都是气候不调很多的，我们要提高警觉，一次一次呢天天都跟大家这么提醒，灾难发生都是很远的地方，大家永远都是不觉得不关心，那我们就来谈跟我们很近的台南啊，2月6号的大地震重创啊，台南这灾情也是算是严重的，我们到昨天还为了台南的事好在收集呀、啊、受灾难人的污损等等啦、啊、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，时间可能还很长，尤其是这一次的大楼塌了114个人的往生，那在这样过年期间呢、啊，殡仪馆的突然间呢、啊、要接，实在是很困难，所以他们就会去用这货柜冰冻啊。但是货柜离地面也是很高，那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慈济人就要去承担起来。就是过年期我们的慈济人呢接到了通知会木匠的，本来跟他的家里的人啊也
啊，要带因去行行咧，接到了信息呢，他放弃了，就来帮忙呢，啊，订这个木梯呀、啊，看，这都是呢人间菩萨呀、啊，慈济人总是呢放弃了过年，大年夜的没有围炉。一直一直到现在呢，后续工作还要呢再去看再访问乌笋安心访问等等呢，还是要做，许许多多都是需要用心啊。人的爱的能量呢，要从四方八达呢，大家呢来集会，而且。没有办法到的，大家呢都发挥爱，从近的各个地方，我们的志业体纷纷呐、啊、开始呢，就是呼吁，发挥爱心，点滴的爱来集合起来。哦、我看到了花莲呢，哎呀，一碗面也无不都是在祝福。大家的发心啊，多少都不要紧啊，吃一碗米哈、哦，啊，随你的意呀、啊，这样也都是爱呀、啊，爱的付出啊。菲律宾呢，同样都是街头劝募啊，尤其是杜鲁万当地的菩萨呢，自动自发呢。动员起来、哦、是在菲律宾、啊、现在国际间呢也都在关怀的台湾的这一波、哦、都在呼吁了表达一份心意啦。更令人感动的呢，那就是土耳其，土耳其的叙利亚的孩子啊，那个时候我是很期待孩子们啊，一定要让他们受教育，一念的爱心啊，就在当地呢撒播爱的种子，希望孩子们啊去除仇恨的心，培养孩子们的爱心。其实在两个星期前，土耳其的市长来跟我叙说了，因为市长呢一场病啊，花院他病好了，愿意呢就捐出80000个的面包给叙利亚的孩子，他的病好了，他就发心这80000个面包呢向了孩子们说要有爱心，就如台湾的竹筒碎叶点滴汇聚，也要到土耳其来关怀叙利亚的孩子，让他们有书读。所以他也是呼吁叙利亚的孩子，点滴的爱心累积起来，不只是他自己帮助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别人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。所以孩子们听进去了，从他们的点滴也这样汇聚，然后呢土耳其的边缘的地方有穷困的孩子，他们也集合起来的钱呐、啊，去帮助呢土耳其边缘地区贫穷的孩子，这种受难的孩子，竹筒碎叶的精神累积，去帮助土耳其穷困的孩子，看这种爱的循环呐、啊，现在听到了。台湾台南的地震，他们持了虔诚的祈祷也是一样点滴汇聚，现在呢已经
交给台湾57000多的台币呀、啊，多么可爱！这都是呢，受难人呐、啊，他还是有爱。人生啊，心中可以消灭掉了仇恨，不只是灭仇恨呐、啊，还可以呢长爱心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只要有心。该做的事情啊，做就对了。